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，来愿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。干什么？我叫你洗米，你擦来擦去，擦了半个小时。擦来擦去，擦了半个小时。好，我给你换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让我来处理。啊？停！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哼！你是不是专门搞破坏，在客人面前擦来擦去的？你存心让我关门是不是？以后碰到这种事情，到后面去弄啊！你绝对不可以让客人看到。老板，我最近正在练功夫，所以不知不觉就使出来。你还敢说？